这些年执行了三次任务，其实我的感受啊和体会感触每次都不相同。我们这个生活工作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安全可靠性是越来越高了，活动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这个航天食品是越来越丰富了。这背后呢都凝聚着广大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心血，让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强大的这个智慧和强大的力量。返回地面后，与所有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也把在外太空写的总结和一些飞行体会与大队的所有战友进行了分享，这也是我们乘组带给所有航天员的一份重要礼物。那么本次飞行终于更近距离地领略了外太空奇妙的感受，可以说第一次出舱兴奋激动震撼多一些，第二次出舱更加的从容淡定。我更加坚信会有更多的中国身影留到外太空。在太空出舱中，其实最考验人的是整个的准备的过程。我们在出舱之前要经过大概一周左右的直接准备，而且在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服装起风的这些准备。经过这一周的准备，服装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经过几次我们跟地面协同的测试，确保对这个衣服非常的放心以后，那一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对服装的状态，对自己的准备非常有信心，